肥滋滋、猪五花、香嫩肉汁在空气中蔓延，旁边还有一圈 cheese 玉米配着吃，怕热量太高吗？来来来，站起来，像他一样边吃边动，顺便消耗体脂肪，蛮好玩的啦，新鲜，一边吃一边跳舞，就很有那个气氛。 韩式烤肉店连一张椅子都没有，不是店家太寒酸，而是时下最夯的立吞餐厅。站着吃一方面省空间，另一方面重点来了，提高翻桌率，平均每40分钟换一批客人。就想说要不要坐在后面看，哎，他们站着好像很好玩，就会想说，哎，不然来站着吃。 台中还有这一间，不止站着吃，就连点餐结账通通 DIY 自己来，店家一来省空间，二来省下，人事成本。汉堡、肉包、溏心蛋，不止嘴巴里吃尽新鲜，还能体验用餐新鲜感。餐厅里面的柜台跟工作人员需要的工作站都可以把它简化掉，可以把这个售价把它调整在低一点点的一个价位。满足现代人什么都要快，就连老式常理的生鱼片一样站着吃，你一口我一口。 口吃完就走，日本立吞文化立正站好，现在台湾正流行。志涵、志兴，台中报道。